晚上。它皮还是好脆哦，而小黄瓜衬托出它的甜味。这是樱桃鸭握寿司，看鸭皮，还有就是炙烧过的 cheese， 来试试看它的味道是如何。它的鸭皮蛮脆的，重点是油脂都很丰富，而且油脂都流下来了，然后里面的 cheese 蛮香的。扬州炒饭，这也是菜单上必推的一道炒饭之一。板娘推荐的港式萝卜糕是他们自己家制作的，都很清楚看得到里面有很清晰的萝卜丝。哎，它跟一般的萝卜糕的口感不一样，味道不一样，是真的蛮道地的港式的。流沙奶黄包，来我们看看有没有流沙。有哎，它爆浆了，是真的会流沙的奶黄包。店里还有冰淇淋可以食用哦。